而且还会一起拍照。大力挥杆，台北市长柯文哲第一次打高尔夫就把球打得老远。参加2017世大运台北市府会高尔夫公益配对赛记者会，柯文哲表示，高尔夫是台湾在世大运中容易夺牌的项目，并感谢民间对世大运的支持。而在柯文哲挥杆推动世大运的同时，一直有传闻要在2018角逐台北市的台南市长赖清德，一早就北上拜访北市各宫庙，感谢北市在台南大地震时的帮助。但在行程期间，有里长劝进赖清德参选台北市长，曾经被支持者称柯神的柯文哲，如果要寻求连任，会不会对上高人气的赖神赖清德？柯文哲回答却相当低调，要记者别再问了。何必想那么多啊，这个人家有捐钱回来说谢谢是应该的。因为比较奇妙的是，他今天刚好还跟台北市的里长来座谈，然后里长在会中还拱他选台北市长。这还好啊，这哇，这实在很难回答题目。你有没有问简单一点的？还有没有其他问题？